不知道为什么病人做完手术之后还是一直支支吾吾。这个 case 现在由黑厅负责。看似简单的医疗过错，这已经反复做了那么多次检测都没有查出原因，我就不信你们可以查出个所以然来。却成为他们更深的内部矛盾。人成都有录像，闭嘴！不准拍！看着自己的儿子每喘一口气都很痛苦，这种感觉。 是多么绝望！其实准备为你搬做移植的是肺，可以取其中一个肺叶出来，加上你那个，就能救上咽。事情真能如他们所愿吗？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考虑清楚这个手术值不值得赌上一切。星空下的人一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8频道，你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华语和粤语版的《星空下的人一》。